大家好，我是黄聪宁医师，欢迎来到卫福号讲堂。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发展步调，有些人快，但有一些孩子稍微慢了一些。来，这个给你玩。嗯，这个奶奶给你喝。我好挫败，为什么我的 baby 那么冷静都没有反应？到底该怎么做？妈妈，其实小孩子不哭不闹不讲话，不见得表示他是乖，反而我们要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自闭的倾向。一岁半的宝宝就可以早期的诊断出他可能有自闭的倾向，只要我们能够早期疗愈，他就会有比较好的愈后。其实你跟他玩的时候，发现宝宝都不太看你，或者是你跟他说，哎，你看，你看这什么，他也不太会被你吸引，或他玩到好玩东西也不愿意跟你分享，甚至小孩都静静坐在你腿上，不会跳上跳下，这些都是代表是一个初期可以诊断自闭倾向孩子的一些警讯。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个状况，赶快去找小儿科医师，他就会帮你做最好的安排，去确定你的孩子有没有发展迟缓的问题。那黄医师，我想请问我们该如何判别宝宝的发展迟缓呢？判定宝宝发展迟缓，我们会分四个大方向。第一个方向就是粗大动作，三个月抬头，六个月翻身，七坐八爬，一岁站，这些都是妈妈可以观察的重点。第二个叫做精细动作，四个月宝宝会用两手抓，六个月宝宝单手抓，八个月宝宝会用拇指跟食指抓，这也是另外一个精细动作的观察指标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语言的发展，六个月大会哔哔叭叭乱讲话，一岁的时候会叫爸爸妈妈，一岁半的时候可以说出五个名词，这是从语言的部分来评估宝宝的发展。最后一个就是社交的能力，那么就是如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自闭症的一些症状，都是爸爸妈妈要注意的。那很多妈妈都关心，到底小 baby 戴手套这样的动作对宝宝好不好呢？这样子会不会影响他们手部精细动作的发展？如果戴手套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怕抓破小脸蛋，给他两只手戴着手套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危害。但如果从早到晚天天都戴着它，有可能你的孩子在这个双手抓握、单手抓握，甚至精细动作的发展上，就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形。所以记得，只有睡觉的时候戴是没有关系的，但不要一直戴着。那最后再请教黄医师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宝宝的大脑发展呢？哎，这边有四招来跟各位分享。第一招呢，就是要随时回应宝宝的需求，比如说帮宝宝呼救的时候，哦，这时候你就要回答什么啦，或宝宝说哭的时候，你就要跟他说我能帮你吗？第二招呢，就是跟宝宝讲话的时候，尽量提高音调，速度放慢，这样子他会对我们的语言更加的熟悉。第三招就是常常抱抱他，常常帮他做一些按摩的动作，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是很爱他的。第四招就是亲喂母奶。如果你这四招都做了，相信你宝宝的大脑就能够发展得非常好。宝宝的心里话你真的听得懂吗？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卫福号讲堂。该不会是家暴吧？好可怜、好可怜啊，天哪，是家暴哎、哎呦宝贝啊，你再这样抓自己，妈妈也会被警察抓走了。哎呦，这样抓不痛吗？想知道更多的育儿知识，请上宋子鸟资讯服务网站哦。那最后再请教黄医师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宝宝的大脑发展？大脑。